有可能是短空长多，所以短期可以先来看一下金融。那么在个股方面，我们今天再来看鸿海哦，像是鸿海这个星期三就要开股东会哦，在这之前已经先说，鸿海要把舰队分拆拼转型。那么董事长郭台铭今天还要跟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见面哦，外传说他们要聊的是4G的事情。你怎么看郭董的布局哦？那么投资人如果说他对鸿海集团股市有兴趣的话，哪几档是可以来关注的焦点？那么现在或者说以后什么时候可以是进场的时间点呢？哦，我觉得来看一下，其实相对来说，其实今天用一个远东集团哦，徐旭东哦，董事长哦，徐旭东在一个裕民股东会后表示哦，其实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哦约他下午见面呢、啊。那虽然是两人虽然未透露见面要谈什么，但市场推测是否与4G的一个执照申请有关呢、啊？那虽然鸿海方面哦，其实哦是否认4G布局啊，不过就一个徐旭东这边哦，其实就这边他的个人表示一下，他说鸿海可能想要认清楚哦，怎么做这一块就是4G这一块，他可能是要先了解，而不是马上的一个布局啊。不过看得出来，其实郭台铭就是在一个相对礼拜三的一个股东会哦，其实感觉出来动作频频呐。那我们可以首先来看一下，其实相对来说，其实刚才还没跟各位报告，其实这时候看盘重点出鸿海股东会，它正很碎，还有一个摩台指哦，所以投资票可以注意一下，因为相对来说摩台指会不会有机会，其实一个顺势的，因为摩台指哦常常是一个顺势盘，比如说开高哦，像礼拜二、礼拜三如果来续阳的话，礼拜四就有机会续阳。那它是搭配一个鸿海的股东会，我觉得鸿海的一个概念股，投资朋友可以看这边哦。如果就一个鸿海集团的话，我觉得一个郭台铭的一个相，应该说郭董的一个相对一个鸿海集团的股价，我觉得70块这边哦，鸿海哦，我觉得是有机会建立一个长期的布局啊，投资朋友，我说的是长期的一个布局哦。如果你是融资的话，那可以不用买；如果是一个长期的布局的话，我觉得70块是一个蛮不错的买点。那除了鸿海集团本身以外，我们就看一下，我觉得来看一下就是这个3481的群创哦，3481的群创哦，其实苹果电脑对第二季的营运展望保守，但对在半年来说，仍然有3款的一个新品上市啊，而且抢攻市占率啊。那其实据传出哦，群创就是寄生为新苹果的一个相对概念股啦，抢攻低价的一个 iPhone 哦。可是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自营商哦反向哦买超2天哦4629张哦，甚至来看一下，其实就一个群创来看的话，其实哦最近的一个外资哦动作卖超频频哦，其实哦前天来说，应该是说礼拜五的时候，其实卖超约50000张啊。可是我觉得这边有点超跌了，今天的跌我觉得不只是一个外资卖压，因为今天外资卖超170亿啊，那沦为外资的提款机。我觉得最主要其实应该是有一些断头的卖压。那我觉得股价来到一个相对13.9到14块这附近的时候，来到一个之前的一个1月22号这个中继的一个低点的时候，投资人我觉得这边可以反向的稍微操作啦。虽然巴克莱证券的分析师认为说明年第一季哦，其实群创有可能由盈转亏啊，可是我觉得现在第三季第四季的事都还看不清楚，讲到明年第一季我觉得稍嫌过早。我觉得就一个反向的一个基本面来看的话，我觉得群创股价没有这么的疲弱，投资人可以注意一下。其实相对来说，我觉得在群创拿到14块的时候，断头卖压杀了差不多的时候，我觉得14块可以早买一点。那一个相对来说，我觉得除了鸿海集团，除了群创来看的话，我们可以看一下4958的臻鼎哦，5月营收45.55亿哦，月增哦约10.66%呐。那我们甚至来看一下最近的一个相对 PCB 期都传出一些好消息嘛。最近一些消息不是说，任一成高阶的一个任一成 HDI 哦，其实缺货。那其实相对来讲，不论是软板或者一些相对 PCB 产业哦，最近的行情都还算不错。其实它最近来说的话，其实臻鼎哦，最近这一个月来说，外资买超也约10000张呐。那就一个相对技术面来讲的话，我觉得这一篇的颈线哦，4958的一个臻鼎哦，颈线这个位置区大概在一个相对来看的话，是在一个65块到67块的位置区哦，只要有手的话，我觉得就长线来讲的话，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布局方向哦。是群创已经有抄底的现象，在14块的时候可以找机会介入。那么鸿海在70块的话，可以是来长报的哦，投资人可以多多的来参考。那么也谢谢分析师帮我们做的分析，谢谢。